สวัสดีค่ะอาจารย์หนูค่ะเกิดวันที่15นะคะมกราคมค่ะ2525你好台长他是1982年的狗他就是说想请台长感应一下他有没有缘跟观世音菩萨结缘有没有缘分是吧是的他几几年的1982年的狗他跟观世音菩萨非常有缘分他从小就跟着一个人在拜佛的对不对啊他说谢谢你第二个问题是他想请台长感应一下他他已经去世的父亲在哪里是不是在天上叫什么名字啊泰文你就讲吧也是讲泰文照样讲乃顿坎普哈曼多坎菩萨你告诉他你首先告诉他他的那个样子啊跟他爸爸像得不得了他不像妈妈像爸爸看看对他的爸爸个子不高走的时候头发花白然后呢穿的衣服呢是偏深色的颜色的看哎呀他听得懂啊对对、啊、原来他听得懂啊我告诉你小姑娘你这个父亲很善良非常的善良人非常的好我再讲一点你就知道是你父亲了他活着的时候手非常巧谁的事情邻居的事情他都愿意帮忙修什么东西都会修的他有戴耳机可以翻译哦怪不得的、哦、他可以听哦怪不得戴耳机的是不是是他的爸爸在天上哇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让他爸爸就一个星期里面下来看他做梦来看他好听吗谢谢你好怪不得我想他怎么听得懂他戴着耳机了好